chica. Victor 啊，好，哇，個 reception 真係冇啊！咩搭 lift 嘅啫嘛？開條樓梯咁，好啦，我哋嚟一個小小嘅 room tour 啦。右手邊就有個書台仔，跟住就已經係床啦。左手邊咧就有個細細嘅 pantry 啦。有炉头，有个电视仔，再行入去咧，好鬼怪，佢呢个位系三角形，不过同佢呢个地段系有啲关系。跟住有一张玻璃台，跟住呢边咧就系厕所，咁样咯。我哋而家咧执紧嘢出去，因为我哋只会喺呢度两日，所以行程非常之紧密。Sydney 嘅 Opera House 咧，系呢度最具代表性嘅建筑物。佢系澳洲最年轻嘅世界文化遗产。呢个位置咧，每逢星期六都会放烟花嘅。而每年嘅灯光节咧 ，Opera House 都会有唔同嘅灯光造型。我哋而家咧去嗰个 The Rock Market 咧，系 Sydney 一个好 signature 嘅露天市集啊。咁呢个 Weekend Market 咧，逢星期五六日开啦。好多手工製品啊、家居用品啊、首飾啊，仲有 live band 嘅。係，應該。終於可以飲咖啡。精神。前面有一間 gelato， 但我哋一陣間要去食一間好出名嘅 gelato。咁而家仲去唔去？而家就去試味咯，快！個background 好吸引。我完全唔理你，我食啲都冇乜幾好，食咁甜嘅嘢仲要食少。咁呢個其實係沙北嗰個姜啊 waffle， 不過係即刻整嘅 waffle 咧係脆嘅。我照顧到你。嗯，好好食啊！呢個食完翻去可以切姜。好好食啊！好好食啊！好好食，要講三次。做乜咁多人排队嘅？做咩事啊？香港人嘅直觉话俾我听，有人排队就真系好嘢，唔好排啦。我哋今个旅程嘅重点唔系在于排队，我哋准备搭车啊嘛。之后我哋就去咗 QEB 呢一座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咧，系1890年代建造嘅。喺经过修复之后咧，佢成为 Sydney 一座好受欢迎嘅购物中心。喺入边咧可以见到彩绘玻璃窗，同埋一啲好古典嘅建筑设计，仲有19世纪嘅旋转楼梯。
我哋酒店附近咧有好多吧啦，跟住一落街咧就会听到啲好开心嘅音乐。我哋啱啱咧翻酒店摆低咗啲嘢，休息咗一阵，跟住而家咧就要去食牛扒啦。我哋 book 咗台8点，行过去咧就大约10至15分钟左右啦。食物 portion 是比想象中大一點，我們叫了兩個牛扒、兩個 side 加一個潮菜，跟住對翻港紙差不多800多元，算幾好啦。真的有啊！見到咩啊？見到咩啊？見到咩啫？咩嚟噶？松鼠啊！松鼠嚟噶，我伸到好近啊，好蒙啊，伸到咁近。佢知道我哋望紧佢啊，系啊，佢留意紧我哋啊。得啦，我哋走啦，唔阻你啦。蝙蝠啊，蝙蝠啊，蝙蝠啊，唔知又有啦，又有啦，好大只。而家系夜晚10点几啊，我哋。在这间店铺关门之前来吃它的 gelato。 發現我哋而家唔係揾緊雪糕食，我哋而家揾羊毛嗰啲雪糕啫嘛。
不是女色雪糕，是好像在找一些动物一样，我觉得。我刚才讲完说大树下面会有蝙蝠之后，我现在很怕那些树。我一走过啲树底，我就很怕有蝙蝠飞。啊，那里可不可以走啊？下一集我们将会去世界闻名的海滩 Bondi Beach， 还会去澳洲最古老的渔村 Watson's Bay， 那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灯塔、天体沙滩，同埋面向太平洋的悬崖 The Gap。 那今集的 Sydney 之旅就来到这里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